升温。北京今日阳光再现，最高气温将升至80摄氏度。中国天气网讯，昨天早晨，北京最低气温再创今年入冬以来新低。白天虽然阳光再现，但气温依然较低迷。不过今天，北京就会迎来明显升温，预计最高气温将升至80摄氏度，并且阳光再现，体感上会比昨天暖和不少。昨天早晨7点，北京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仅-6.1摄氏度，创今年入冬以来新低。白天虽然有阳光作伴，但气温依旧整体低迷。昨天北京的最高气温也只有4.3摄氏度，体感上比较寒冷。不过今天北京则将迎来明显升温，并且阳光再现，暖意倍增。根据北京市气象台今晨6时预报，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3级，最高气温8摄氏度；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2级，最低气温-5摄氏度。明天北京依然以晴间多云为主，最高气温在6摄氏度左右，不过早晚依旧寒冷，最低气温仅-5摄氏度上下。气象部门提醒公众，早出晚归仍需注意防寒保暖，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。